本有6只，然后现在1万只，空间就这么多，食物就这么多，它就会压缩到原有的在这个地方的生物的栖息空间跟它的食物量。在法国有人被有看过了，它现在跑去吃别的水鸟的那个雏鸟。等它族群量大到它已经没办法，这个小区域没办法养它，它会全岛去控制的话，它就会影响到全岛的鸟类。台湾它真的扩散得太厉害了。那麻坡上面他们筑的巢哦，估计至少有400-500巢。那我们拿回来的蛋就有将近1000颗。林务局统计，今年为止已经移除了6500多只成鸟，小鸟和蛋各1000多个，希望在台湾绝迹。它扩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它其实也很容易传染疾病。那当它又过多的时候，很容易跟我们人类做接触嘛，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个疾病可能也传到我们人类里头。就医生我们知道，也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的来源其实来自野生动物。垂直的生态系食物链讲求一物克一物，把外来物种当宠物当观赏，但随意繁殖放生就是危害。如果你不明了，然后不清楚的，你也不要随意去输入。你这样输入，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评估，那外来入侵的一个疑虑啦。入侵性的外来种其实威胁性比普通的外来种高。鸟儿无罪，只是千里迎来，最后只能扑杀他的子子孙孙，任谁都不想见到这场悲剧。